好的，一开始呢，我要请夏瓦倩到这边。哦，哎呦，加油！还不到熬的时候，运气很好呢。对 ，lucky。今天工作很简单。嗨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就是那个。我不知道它的中文。手电筒。手电筒，突然忘记了耶。玻璃杯。对，玻璃杯。拿着杯子，嗨。检查一下。好。飞哥，你知道为什么在这边？我看得到你，你看得到我吗？对啊，因为你站在那边啊。对啊。因为有光。哦。现场如果没有开灯，没有光，我们就什么都看不到。有道理，对吧？好，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。没问题。没问题。嗨。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件事情。在物理学上来讲，光是一种微粒子。如果你能控制这些分子的动向呢，你就能够控制光。我来解释一下。对，放着。放着后。这样子，好。玻璃杯我们知道可以装饮料，可以装很多东西。现在我要装的是光。哎呦，装光。装。好，我们要点时间。接下来仔细看。哦。接下来就是见证了。奇迹的时刻，哦，这个一定要说的哈。装光，看得到吗？哎，看得到后面吗？看得到吗？什么？看得到吗？没有，看不到。有光在里面吗？有，我打开给各位看一下，好了，仔细看。好，导播镜头，仔细看哦。哎呦，仔细看哦。哎呦，仔细看哦。哎呦！哎，闪了一下，刚有闪电呢！哎，真的，有看到吗？有，闪了一下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闪电呢！哎，没呢！哦，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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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这好明显哦！检查一下，好闪，不可思议，没问题，会闪一下。接下来呢，要运用这种能量表演非常恐怖的事情出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请现场另外一位来宾。哦，就飞你了。哦。有玩过扑克牌吗？嗯，玩过。好，拿去洗牌。来，麦克风给我。好，顺便检查一下这个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因为很多人怀疑说呢，魔术师用的东西呢，可能都有机关或道具，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情。好了吗？好。好，来，从里面随便抽一张牌，剩下的还给我。好，把那张牌呢藏在你身上最隐秘的地方。隐秘的地方？啊，是。对，只有几个地方而已。蛮难的，真的没有口袋啊！对，所以给我们镜头看一下，好，然后给现场所有的来宾看。哦，我们要看，对。哦，我转过去，老师，你眼睛要闭起来。啊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很绝的，绝。好了吗？我转回来喽。好，来，向宝倩拿了这张牌。向宝倩拿了这张牌。嗨。由向宝倩放进去。放哪里？放到上面。这里。好。嗨。仔细看。接下来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麻烦给我一个看得到影子的光。好，这个吗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不要碰到这副牌，我把牌放到地上去。好，可以看到它在地上，对吧？对。好，同时呢，你会看到我手的影子在地上。对，好，我手动，影子也会跟着动，对，这是一定的嘛。哦，好，仔细看。哎呦，哎呦，哇塞，好可怕！
查看，现在用了所有东西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没有哎，什么都没有哎。隔空取物，用影子，影子哦。第一个我们看到用光来表演，第二个我们看到影子来表演，所以下一集的题目就是完了光和影。我的妈呀！太难了啦！太难了！好，谢谢刘谦老师。